金钟五期节目类颁奖典礼21号晚间登场啦！今年的红毯上最帅最美是谁呢？赶快一起来看看吧！焦凡凡和露露选穿同样的粉色露肩礼服，小秀性感。杨小黎以粉紫色礼服浪漫现身。蔡尚华这次拼了，突破尺度，马甲大爆乳，招牌妹妹头也消失，整个人走狂野路线，堪称红毯最辣。曾宝仪一身气质黄洋装亮相，唐启阳这次选穿不规则裤装，虽然全身包紧紧，但还是特地为了金钟奖减肥12公斤。另外还有刚被求婚成功的赵黛欣，一身全白礼服，大秀比基尼式美胸，性感又不失优雅。妹姐深 V 开到肚子，温真菱的性感黑礼服，上半身同样炸胸。而暌违14年再度入围的小 S， 果然是以女王气场现身，超浮夸礼服穿在身上，宛如一代女皇，完全是大家公认的红毯第一美。男艺人方面，清一色以西装为主，帅度真的是神仙打架。其中林柏宏大露手臂肌肉，成为全场最性感男星。而要说到全场最萌，当然就是他。这么精彩的红毯，真的可以重看好几次哦。